非太少。A 段哦，必须比较没有泡啊。第二段哦，泡要放大，这样子才有 A 段、B 段的分离。唱起来感情要放进去，要放低。好，听吗？辛苦了，两位。节拍哦，有点远，抽完节拍啊，有点快。你唱歌哦，你闭音哦，钢琴你不要乱了。可是就是 A 段跟 B 段没有分开。你什么哦 ？A 音他打国的水准哦，要按老的速度和规模的比较，哎呦，你哎你。该下大锅啊！吼，这样会有进步的空间啊！如果买个面包嘞，看看，原谅一下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下大锅哈，提高水准。那老的比较，不过哈，我们节拍哦，还不稳一点，看看，双拍要不稳啊！哈。你们哦，稍微翻大调哦，这狮子啊哦，不充满特色。这个是中央风电，这狮子哦，就他把思想的喂，还有糖豆哦，还有感情。有地位哦，老师他不按住啊。